11月17号，下雨过后，现在大概是5点多。哦，你可以看到夕阳。真是漂亮。这一盆是蝶豆花。今天帮这个场地多加了2片板子，这一片和这一片，用来挡风。这些都是在环保资源回收的地方捡到的。哦，你看这个板子都是，这是电脑板。这个昨天都帮他们重新定植，因为根太多了。哦，不帮他定植的话，换大一点的房子他住不下，越来越大颗。你看这一颗，这根九层塔哦，一直不断的要开花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要拔掉了，拔了好多次了。最近可能是开花的季节，看到这黑黑的要马上把它拔掉。觉得这个都好像要开花了，把它摘掉。哦，这一盆特别会开花，已经摘了好几次了。这真的要特别小心，它开了花之后，这个也是，它只要开了花以后，这一盆就快死掉了，所以一定要千万特别注意，九层塔千万不能让它开花。看这一盆好像也有一点，哦，这个也是，这都是要开花咯。摘掉，赶快摘掉。